妈，你好点了吗？喝碗粥吧。算没白让你。这是我妈妈，不需要你照顾。刚刚明明你说不想照顾妈妈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走开！我要为我妈妈好多了。我倒要看看你又打什么坏主意啊！妈妈，我对你好不好？妈妈，那我的作业能不能少做点？就知道你肚子里有鬼，接下来该说手机游戏了吧？妈妈，那手机游戏能不能多玩点？妈妈，你怎么连话都说不出来？你不会死吧？臭佳佳，这是想吃新妈妈的一家炒肉。